如果忽然间裁判认定是一个安全上垒，嗯，就傻眼了，就像被打拳击打的时候一样，本来以为要三出局了，走下去了，就后来必须刹车。小富刘富豪打第一个球，这个球中间方向出去了 ，See you later。刘富豪也来一支，哇，今天是要赶进度吗？继潘武雄之后，现在小波刘福豪啊也敲出了一支 two run home run。小波本季个人的第三支的全垒打，这一口气啊又要帮助对方啊敲出帮助球队打下一分了。跟着这是一支阳春全垒打，在垒包上面没有跑者的情况之下，刘福豪敲出了本季的第三轰，再带有一分的打点呢，现在变成5-0了。Ben Moore这场比赛被打了第二支的全垒打。Ben Moore 啊，对台南球场大概不熟悉了，打出去力道，而且那个仰角一够了，大概飞出去全垒打的机会都很高。他刚刚那个动作看起来像把他认定是一个中外野的高飞球一样，注意看一下，这个球啊太甜了，太甜了。你看投完球他就想走回去了，没想到这个球还是打那么远。